第37課優勝すれば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みな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います大家好、在上一課里、我们学习了連接两个小中で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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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で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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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 来表示所举的事物全部相同，或总是发生同样的事情，以及总是进行同样动作的表达形式，用小句加侬来表示。miemas k i 斯对象的表达形式。今天我们开始进入第十单元，游览北京的学习。第十单元由长城、胡同、故宫以及京剧四个部分组成。五一黄金周，小野来到了北京。 初次来到北京的小野，在小李的陪同下，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小野充分享受了在北京的每一天的生活。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第三十七课。i u s h o r s Olympic に在这一课里，我们要学习和掌握的主要知识点是：一、表示假定条件的。 动词和一类形容词的把形。二、小句一是小句二成立的条件的表达形式。小句一八小句二。三、根据对方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或想法，以及向对方提出请求或忠告的表达形式。小句一简体型 nada 小句二。四、用于列举选项中。 有代表性的事项的表达形式，名词 demo。五用以列举同样性质的表达形式，名词一 d o 名词二 d o 或小句一 d o 小句二 d o 首先，让我们跟小森老师一起学习这一课里的单词。それでは、私について練習してください。 用事大会規模計画規則費用使用メダルソフト犯人川鉄道全長 番号、単位小さじボリューム直通列車世界遺産観光スポット超えます出場します釈放しますつまみ食いします 換算します。復習します。成功します。弱い。厳しい。贅沢。こっそり。さすが。実際に。灯台。発達例。 北京北駅ちょっと以上り万里基本文をご覧ください私について読んでみましょう優勝すれば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天安門へ行くなら地下鉄が便利ですよ映画でも見に行きませんかパーティーでタイさんとかヨウさんとかいろいろな人に会いました中心に優勝すれば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如果获胜，就能够参加奥运会。You s h a l s l p 是三类动词。You s h a l s l p 的 s l 变成 slip 之后，表示假定条件的表达形式。动词和一类形容词都有表示假定的吧形。下面我们首先来学习动词吧形的构成方式。动词的吧形可以根据其类型分为以下三种。 一类动词把基本形的最后一个音变成相应的 A 段上的音，再加上吧，如 kago 的最后一个音是 k 与之相应的 A 段上的音是 ke，kago 变成 kake，后再加吧，构成 kakeba 的形式。kakeba 就是 kago 的 ba 形。二类动词把基本形的如。 变成来吧如 t a 去掉 r 后加来吧变成 t a b 三类动词把可乐变成可乐吧把 s r 变成 s l e 下面是一组动词假定型的变化形式请大家跟小森老师一起朗读卡格卡格吧以 急げば、飛ぶ、飛べば、読む、読めば、死ぬ、死ねば、待つ、待てば、売る、売れば、買う、買えば、話す、話せば、食べる、食べれば、見る、見れば、寝る、寝れば、 来る、来れば、する、すれば。接下来，我们学习一类形容词的把形。一类形容词的把形是将一类形容词的词尾一变成ければ。ない、なければ、楽しい、楽しければ。动词的把形常常以小句一、八、小句二的形式出现。 这个句型表示小句二的成立必须以小句一的事态产生为条件。使用“把”的句子，原则上句尾不能使用表示希望、意志、命令、请求的表达方式。不过，如果小句一的谓语是状态性谓语，或者小句一和小句二的主语不同时，则不受这个条件的限制。例如。 雨是不下雨的话，我们就去郊游吧。这个句子里的小句一“雨即不下雨”的意思，并且小句一与小句二的主语不同，小句一的主语是雨，小句二的主语是我们，所以。 句尾可以使用表示意志的ましょ的表达方式。接下来我们学习基本课文的对话 A。陳さんの携带電話の番号が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が、李さんに聞けば分かりますよ。甲说：“我不知道老陈的手机号码。”乙回答说：“问小李就知道了。”甲方的话虽然没有直接表示疑问，但其实是一个问句。 啊，在句子中起铺垫作用，表示接下来还有话要说。在日语里，后面的句子往往被省略，因为被问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对甲说：“リ你ニケバ、ワかりますよ。”这是一个小句一，把小句二的句型，即老陈的电话号码必须以向小李打听为假定条件的句型二。 天安门へ行くなら、地下鉄が便利ですよ。动词行く接续なら，表示说话人在与对方的交谈过程中，根据获得的对方要去天安门的信息，提出去天安门的话是坐地铁方便的建议。这个句型可以用以下形式表示：小句一简体型なら，小句二。 这个句型可以用于根据对方的言谈或交谈时的现场情况来陈述自己的意见、想法，以及向对方提出请求或忠告。小句二为判断、命令、提议等表示说话者主观立场的内容。如小句一为二类形容词小句或名词小句时，把其简体型的答换成 nara。例如。 今夜もし暇なら、一緒に食事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晚要是有空、一起去吃飯好ま接下来、我们学習基本课文的对话 B。りさん、プール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日はちょっと用事があるんです。明日なら暇ですが。假象、小李发出邀请小李、去不去游泳 小李由于今天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回答说：“今天有点事儿，明天的话倒是有空的。明”阿西达那拉希玛的意思啊，表示希玛这个状态是需要阿西达这一条件的。啊，在这里起铺垫作用，暗示了省略的内容。句型三，埃嘎德莫迷你吉玛森嘎，埃嘎德莫在这个句子里表示在于埃嘎。 具有相同共性的几项选项中，ega 是其中被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提示出来的意思。这里看电影只是作为消遣娱乐的一个例子被提示出来，并不是非要看电影不可。我们在第十七课里学过了表示全面肯定的 n 如，谁都明白。 在第三十五课里，我们学过了表示极端例子的“なに、なにでも”，例如：“その計算は子供でもできます。”那种计算连孩子都会。本课的“なに、なにでも”用于列举几个选项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一般不用于表示过去时态的句子。请看一个例句：“コーヒーでも飲みませんか？”喝点咖啡什么的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基本科目的对话 C。最近ちょっと太りました。じゃあ運動でもしたらどうですか？假说自己最近有点发胖了，于是以建议那就运动运动怎么样？乙方在回答中用 demo 将运动列为保持体型的。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选项提示了出来。ダラ将「ndo」作为假定的条件，ド表示建议。接下来我们学习句型四。パーティーで泰山とか、楊さとかいろいろな人に会いました。泰山とか、楊さとかだとか、接在人名的后面，表示列举人物的例子。这个句子的意思是。 联欢会上见到了小戴、小杨等很多人。换句话说，小戴和小杨是列举在联欢会上所遇到的许多人中的两位。列举同样性质的几个例子，除了可以用以下形式：名词一多嘎，名词二多嘎表达之外，还可以在小句后面加多嘎的形式来表达。小句一多嘎。 小句二，多嘎，请看一个例句。海外旅行へ行きたいとか、新しい車が欲しいとか、贅沢なことばかり言っている。想去海外旅游啦，想要新车啦，尽说些奢侈的愿望。接下来我们来看对话 D。よくさん、昨日バニー行ったの。うん、嗯、コートとか靴とかいっぱい買っちゃった。 甲问：“叶子小姐，昨天你去促销大卖场了吗？”叶子小姐回答说：“嗯，买了外套呀、鞋呀等等好多东西。”在叶子的话中，“コドドガ、クズド是用来列举自己买了许多类似的东西，“カジャ是“カデシマイマシタ”的口语形式。这个句子还有叶子小姐。 可能原本没有打算买那么多，可是又经不住廉价的诱惑，结果还是买了过多东西的意思。ナニナニちゃった的语义与我们在第三十三课学过的ナニナニでしまいま意思基本相同，但令人不愉快的语气比ナニナニでしまいました弱。请看一个例子。みちゃ “今こっそりつまみ食したでしょう？”被我看见了，你刚才偷吃零食了吧？这句话的意思是，对方在偷吃零食时让说话人撞见，这对对方来说是一件有点尴尬的事情。名词 d 嘎 g 加名词 d 嘎所表达的意思，虽然与名词 ya 加名词 n a 基本相同。 但用法又有所不同。一，哪里哪里多嘎，哪里哪里，可以连接名词和小句，而哪里哪里呀，哪里哪里，只能连接名词。二，哪里哪里多嘎，哪里哪里，只用于口语，而哪里哪里呀，哪里哪里，既用于口语，也用于书面语。以上我们学习了这一课的基本句型和对话。 ちんさんのけん電話の番号が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がりさんに聞けばわかりますよりさんプール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日はちょっと用事があるんです明日なら暇ですが最近ちょっと太りましたじゃあ 運動でもしたらどうですか？ようこさん、昨日晩下に行ったの？うん、コートとか靴とかいっぱい買っちゃった。通过以上学习，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一课里的大部分语法要点。接下来，请大家用今天学过的知识来看一遍应用课文的录像。应用课文的场景是这样的：小李打算带小野。 去游览北京的各种名胜古迹。首先去万里长城。两人清早乘出租车前往万里长城的旅游景点之一——八达岭。発達列までどのくらいですか？高速道路を利用すれば大体1時間くらいです。鉄道なら2時間ちょっとですね。鉄道でも行く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か？ ええ、鉄道で行くなら、北京北駅が便利です。直通列車が出ていますから。発達例は万里の頂上の観光スポットの一つです。北京から近くて一番有名な場所です。テレビとか写真集とかで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実際に見ると本当に規模が大きいですね。さすが世界遺産です。小野在出租车里问小李：“到八达岭需要多少时间？”小李回答说：“走高速公路的话，大约一个小时；如果坐火车的话，需要两个多小时吧。高速道路利用すれば”コソグドロリオスデ和テツドのイグナラ两个小句都表示条件。 这里的铁子多是指火车。二时刚ちょっと的ちょっと常用于口语，除了可以接在时间词后面之外，还可以接在各种数量词后面。給料は一ヶ月二十五万円ちょっとです。工资是每个月二十五万日元多一点儿。塩は小さじ二杯ちょっと入れます。 盐要加两小勺多一点当小野问：“坐火车也能去啊？”小李回答说：“铁鉄多的行くなら、北京北一が便利的铁鉄多的行くなら、是北京北一が便利的的条件。”到达了八达岭之后，小李向小野介绍说：“八达岭是万里长城的旅游景点之一，离北京很近。” 是最有名的一处景点。小野说：“我以前在电视里啦摄影画册里看到过，但实地这么一看，规模确实宏大，不愧是世界遗产。とか” Television doka s a s h n s h u doka 是指列举见过八达岭的几种媒体方式。j a p a n e s middle 本当に規模が大きいですね。 表示一来到八达岭的长城脚下，就感受到了长城的宏大。萨斯嘎是用来表示受到高度评价的人或物，与萨斯嘎后面提示的内容名副其实的意思。萨斯嘎什嘎伊桑的是就是指万里长城的宏伟是与其世界遗产的称号相符合的意思。请看例句：，东大合格ですか？

え、鉄道で行くなら北京北駅が便利です。直通列車が出ていますから。発達例は万里の頂上の観光スポットの一つです。北京から近くて一番有名な場所です。テレビとか写真集とかで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実際に見ると本当に規模が大きいですね。さすが世界遺産です。どうしてバーニーの頂上というんですか頂上の全長は 5000km 以上あります。 中国では一里は 0.5km ですから中国の単位に換算すれば1万里を超えるんですよ。何かお土産を買おうと思うんですが。お土産なら T シャツとかメダルとか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よ。そうですか。じゃあメダルでも買おうかな。 ゆっくり探せば、他にもいいお土産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よ。小李和小野一起开始登长城。小野问小李：“为什么叫万里长城呢？”小李解释说：“长城全长有五千公里以上，在中国一里是零点五公里，因此。” 中国の单位に换算すれば一万里を超えるんですよ。这里的“すれば”是“一万里を超える”的条件，换言之，超过一万里是按照中国的单位换算的条件下成立的表达形式。下长城的时候，小野说他想买一点礼品，于是小李介绍说：“オミヤギなら T シャツとか。” メダルとか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よ。お土産なら、是小李在知道小野要买礼品后，向小野提出的建议。T シャツとかメダルとか，是以 T 恤衫和纪念章为例，说明礼品的种类很多的意思。小野在メダルでも買おうかな中，メダル后面用デモ来说明。 他要买的礼物的代表性东西之一是 medal 这句话的意思是是吗？那就买纪念章之类的吧。听了小野的想法，小李回答说：“ゆっく g 探し e ば、ほかにもいいおみやげがあると思ういますよ。”意思是慢慢找的话，还可以找到其他各种称心的礼品。saga seba 是能找到其他称心的礼品的条件。 好、接下来、请大家再看一遍第二段对话看看是否全部理解了。どうしてバーニーの頂上というんですか頂上の全長は 5000km 以上あります。中国では一里は 0.5km ですから、中国の単位に換算すれば1万里を超えるんですよ。 何かお土産を買おおううと思うんですがお土産なら T シャツとかメダルとか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よ。そうですか。じゃあメダルでも買おうかな。ゆっくり探せば他にもいいお土産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よ。最後、让我们再完整的看一遍英語课文的录像请大家、边看、边仔细听 発達例までどのくらいですか。高速道路を利用すれば、大体1時間くらいです。鉄道なら二時間ちょっとですね。鉄道でも行く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か。ええ、鉄道で行くなら、北京北駅が便利です。直通列車が出ていますから。 発達令はバンリーの頂上の観光スポットの一つです。北京から近くて一番有名な場所です。テレビとか写真集とかで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が、実際に見ると本当に規模が大きいですね。さすが世界遺産です。どうしてバンリーの頂上と言うんですか 頂上の全長は5000以上あります。中国では一里は 0.5km ですから中国の単位に換算すれば1万里を超えるんですよ何かお土産を買おうと思うんですがお土産なら T シャツとかメダルとか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よ。 そうですか。じゃあ、メダルでも買おうかな。ゆっくり探せば、他にもいいお土産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よ。最後、我们再归纳一下、这一课的学习重点。在这一课里我们主要学习了以下内容。1、表示假定条件的动词和一类形容词的把形2、二 小句一是小句二成立的条件的表达形式，小句一八小句二三，根据对方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或想法，以及向对方提出请求或忠告的表达形式，小句一简体型 nada 小句二四，用于列举选项中有代表性的事项的表达形式，名词。 demo 五用以列举同样性质的表达形式，名词一 doga，名词二 doga，或小句一 doga，小句二 doga。好，今天的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电视讲座就讲到这儿。希望大家课后参照教材进行复习，巩固今天学到的知识，学好标准日本语。我们下次再见。 皆さん、さようなら。